兄弟们，咱们找不到彗星公司那个小娘们，砸了他的店，给他点颜色看看。哥几个，吃好了还没给钱呢吧？我给你什么钱啊？老子吃你的东西，没问你要钱就不错了。哎呀，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吃饭不给钱，还让我倒贴钱？我本来是想从那边第一家开始收保护费的。既然你这么能找茬，那就从你这儿开始。我打！接到举报，说有伙混混正在您名下的商铺收保护费，十分嚣张。您立马联系警方前往现场，人员被车，我要亲自去会会举报吧。今天的会议是我们本季度。陈总，不好了，老陈总和几个混混打起来了。是，给我找几个能打的都带过去，你看谁敢动我爸。是，我马上安排。老东西，你挺能打是吧？啊，咱俩再好好比划比划。老陈，出了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们？就想逞英雄是吧？没来得及喊，你们敢打我？我可是铁龙帮帮主，铁龙帮，老子行动江湖上高，你们还在这哭呢？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险恶！快点走！那个你好，我是汇金科技的总裁何菲菲，也是这家店铺的房东，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发生这种收保护费的事情。不过您放心，关于您这今天所有的损失，我会马上赔付给您。没事，就几张桌子几个椅子，也不值什么钱。啊，那几个流氓跑了。哎，我的意思是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哎呀，大叔，你走快点，咱们还有市级降维警察呢。哎呀。我真没事，咱不用查了。你这查下去，查到男科去了。大叔，再说了，万一真伤……对、哎，大叔，你该不会是怕查到点什么吧？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你所以啊，赶紧听我的。你抱歉抱歉抱歉，没事没事。喂，好，我马上回去。那个，我有点事，得先回公司一趟。啊，好好。哦，对了，咱们先加个微信吧。哎呀哎，加。陈伟，你这名字还挺好记的。好的，大叔。那我有事儿，先走了。哎！我去！哎呀！爸，没事吧？董事长，没事吧？
秦广仲出什么洋相？你赶紧让他们走。都散了吧。爸，你真没事儿？要不住院观察观察？我没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大惊小怪？你们还有谁啊？啊，一个朋友。爸，你都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跟悟空打架呀？你真以为你二十多岁呢？要不你就回天泉集团当名誉董事，要不你就回龙豪别墅养老，你自己选吧。真以为你爸老？我告诉你，今天我一个人我打二十几个，就你爸这身体好着呢，我还要为这个社会贡献我的光和热呢。兄弟啊，卖个烤串贡献光和热。爸，再怎么说你可是价值千亿天泉集团的创始人，你说那要让歹徒你知道你在卖烤串把你绑架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才不像你那么张扬，谁绑架我一卖烤串的呀？哟，老陈，八哥，哎呦我的天哪，咱这多少年没见着了呀，你这大晚上的来医院送烤串呀？嗨，刚才有几个小流氓去店里吃饭不给钱，我受点皮外伤。哎呦我的哥哥，快让我抱一下。哎，假斗殴上不了台面啊。对了，给你说个好事，后天我儿子在村里啊集资建厂。哟，你有钱了就投点，没钱呢就凑合。哎，你怎么说话呢？你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闭嘴，你是天泉集团的董事长吧？富豪榜顶级女富豪陈总。哎呀，我儿子可是天泉集团的得力干将啊。乔伟，你刚才打架斗殴，你是不是打着陈总的人了？还不赶紧跪下跟陈总磕头道歉。哎，我说发哥，那后天我闭嘴。你没看我跟陈总正说话呢吗？注意你的身份，你什么档次呀，你敢随便咳嗽打断陈总的说话？陈总，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刚才打断你说话了。发哥，要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哎，陈总，后天我儿子在石新村有一场众筹会，全民股东，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还请陈总您赏个光站个台，好多帮我们引进些资金呢。你觉得我很闲？能去，陈总一定能去，为家乡做好事，陈总肯定乐意去。哎呀，陈总老家也是石新村呐，没想到我们石新村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还能出现陈总这样一样的大人物啊。我抽空会过去走个过场的。哎呀，像陈总您这样的大人物去我们石新村，那对我们全村人来说那是天大的荣幸啊。八哥，后天我也不出摊了，我拾到回去我也投一点。你去投点，你够资格吗？你有钱吗？给老家添砖加瓦贡献一点力量，再说我不也是老家一份子，更何况刚才你不邀请我了吗？行吧，拾到回去吧，不过你注意点，要敢给全村人丢脸，我可跟你没完。回去。哎，什么人呢？那你赶紧回公司吧，啊，给自己回店里，明天是你妈妈忌日，晚上回来吃饭啊。哦，我知道。女人的头发。哎，陈总，这是根据您的要求调取的医院门口的监控。他是谁？竟然贺爸都发展到这一步。这是彗星科技的总经理何菲菲，老陈总出事后他火急火燎地带他去了医院，盯梢的见他没有恶意就没有阻止。又是利益相关又搂搂抱抱，就算是没有恶意也是带着目的接近我吧。给我联系何菲菲，我要见他。是。小梅啊，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答应好你不再打打杀杀过平静的日子，可是现在不行了，有人要算计咱们女儿的公司，我不能不管，这个烧烤摊
不能再干了。为了咱们的女儿，我得出山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做饭了。晚上咱闺女回来吃饭。哎呦。齐仁泽，我们汇星科技到底做错什么了呀？您怎么突然取消跟我的合作呢？大家都是女人，你就别装了。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警告你，你是天泉集团的外包商，在我这里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我劝你最好别耍小聪明。我没有太听明白，陈总，你要不再说清楚一点，因为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到底是哪里惹的你。陈伟，这不是卖口罩的大叔吗？陈伟，你这名字还挺好记得吧？爸，怎么了？石新村的众筹会我会陪你去的。嗯，我一会儿忙完就回去了。难道是崇明？肯定是崇明。石新村的众筹会我会陪你去的。明天陈总的父亲要去石新村众筹，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嗯，回来了。你把菜给你热热。不用了，我没胃口，我给妈上楼先坐坐。啊，对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去村里众筹，我有事要忙，不一定能陪你一起去。爸，我不碍着你找第二春，但如果有人带着目的接近你，那我绝对不会说的。你再忙也得好好吃饭，注意身体啊。哎，跟我说说公司后边的规划。嗯，我想进军大数据市场。好，有战略眼光，吓唬闺女。哎呀，太棒了，儿子！爸，明天就300亿，我出100万。儿子，咱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出什么钱呢？你脑袋坏掉了吗？爸，你知道什么叫众筹吗？就是做盘的钱咱们如数奉还，村民的钱咱们28分呢。这么说咱明儿要搞一笔大的了啊。小海，再你王叔一个。儿子，你可是天泉集团的骨干呢，这么干会有事吧？等咱们有钱了，我他妈还打屁工吗？当资本家不好玩吗？啊，你明天如果真的把陈总救，那就是上亿的。村民众筹的那几千万还他妈不够塞牙缝的。好，干，我投100万。我儿子说的对呀，有机会就应该把握。好，从明天起咱们都是亿万富翁。干啥？在咱们整个海城谁能开得起这么贵重的车？当然是只有天泉集团的陈总啦。千盼万盼，大金主终于来了。论人脉这一块啊，还得是咱发哥。哎呀，陈总，发哥，这也太隆重了吧。怎么是你？陈伟，你不是开烧烤店的吗？撸个串也能买得起劳斯莱斯了。秀丽姐，凯哥，哎呦，咱们就得有小20年没见了吧。这真是你的啊？不是我的，我一个老客户的。今天咱这不是办众筹吗？想着给你来撑撑门面。老陈呢？那哪有开着劳斯莱斯去吃烧烤的？这么多年没见，学会吹牛了。我看这车是租的吧。陈伟，你也变得虚荣了。大哥呀，这陈伟今天可真是下了血本了啊，他非得压你一头不可呀。当年我追你媳妇那么久，可是他却跟了你。你要是和他生活的好也行，可是他却为你死了，这个仇今天一定要报。老陈啊，人家发哥这才是硬实力，今天又是主办人的爹，你这非要高人一头不太合适吧？这真是我考虑的不周了。发哥，你别往心里去啊。陈伟，你说你要是有这点闲钱给村里做建设不好吗？非要去租辆车来显摆，你有开劳斯莱斯的实力吗？知不知道差一点气。
就够你卖一年的串了。虚心点啊，发哥这可是掏心掏肺的在教你，要不人家开厂子也是好店的。行了行了行了，都进村吧。我最看不惯这种虚头巴脑的了。发哥，喂，帮我退掉今天所有的安排，我要去石心村一趟。陈总的父亲今天在石心村参与众筹，我想着是如果我也过去投一笔的话，讨得老陈总的欢心，咱们跟天前集团的合作或许能成功。乡亲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众筹者闪亮登场。四边的人谁呀？咋看见老陈呢？老陈呢？你不是卖烤串了吗？你开烤串连锁店快了吗？是张了点。陈伟，人家可是问你呢，发财了没有？要是没钱呢，还到末尾去吧。大哥，我这多少还是有点积蓄。感谢各位来宾来参加石心村的建厂众筹啊！你也等上了。我孙海作为主办人，代表石心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感谢。这次建厂众筹的资金将直接投入工厂的建设当中，出钱即是股东，人人都能致富。好，希望大家踊跃众筹啊！我身为这次活动的主办人，就是天前集团的骨干，我将以身作则，以个人的名义投资100万。天前集团的骨干，应该肯定认识老陈总，看来这次是来对了。老家是该见识见识，这么好的机会，我得多助助力。这样，孙先生您好。我是慧星科技的总裁何菲菲，今天来呢是有点事想找你聊一聊。何小姐来干什么？好啊，走。本次众筹公开透明，账户为村大队公号，所有众筹的数额都会实时显示在电视上。现在请各位来宾抢夺筹资。我投50万，我投30万。我25万，我投80万。好，孙老总，你打算出30万？是300万。300万。感谢石心村石料厂的孙总给我们出资300万。助力乡村发展，人人有责。而且今天这台众筹会是我儿子办的，作为他爹，自然不能寒酸呐！啊，300万呢，基本上也是我的厂子一年的利润了。那么我相信不会有人比我更多了吧？啊，我出8000万。你是谁啊？那个，孙总，你好，我是何菲菲，是慧星科技的总经理。昨天呢，陈总突然暂停了与我们慧星科技的长期合作，我这次来呢是想看看能不能经您介绍一下，找老陈总挽回一下这个事儿。不过您放心，我们之前跟陈总绝对没有私底下的交恶，这其中其实是有误会。啊，这求人办事。讲究的是个诚意，你的诚意。您放心，这500万的众筹款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的不是这个账，我说的是。我是在帮你啊，小陈，你确定是8000万？村长。我刚刚算了算，如果想把厂子建成规模，带动咱们全村脱贫致富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数。所以我出8000万。陈伟，你在胡说什么呢？这可是8000万，不是8块钱。八哥，你认真个什么劲儿啊？他一个卖烤串的投资8000万，
看呐、啊，不是天地银行的，就是津巴布韦币。可别小看卖烤串的啊！电视上不是说了吗？卖烧烤的一个月能赚六七万呢。啊，这一年下来就是八十万，烤上一百年，这可不就是八千万吗？我说的是真的，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现在我长大了，孙子老了，振兴咱们农村发展，出八千万不多。哦，那你拿钱呢？我现在就打个电话，让天启集团从公司的账户上转到咱们基金会。卖烤串的能赚八千万，我那服装厂倒闭算了，我一年累死累活才挣五六百万呢。吹牛不打草稿，好好的众筹大会让你给开出来，吹牛大会了。陈伟，你什么意思？在村口你驳我面子？你现在又来众筹会让捣乱，你这是诚心想看我们父子好呗？喂，爸。从公司的账户转八千万到基金会，振兴家乡，脱贫致富。我这就安排财务去转账，我刚出发，可能会晚点到。还安排财务转八千万，装的有模有样。大哥，别的我倒是不担心，你不是说陈总要人吗？我陈总看见你儿子主办的这个众筹会弄成了笑话，那以后就会有这钱呐。陈伟，赶紧滚下去！我们石心村不需要你这种不分场合、乱吹牛逼的人。稍等我两分钟，我说过了，这笔钱能到账就一定会到。何总，你别挣扎了，咱俩不是谈合作吗？这点小事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洒洒水了啊！咋赖着不走，继续捣乱是吧？大哥，这陈伟纯粹是来报复你的吧？这你俩之间有什么过节？还不是嫉妒我有个好儿子。当年我可听说陈伟他老婆难产死了，他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呢。大哥，你别拿我老婆开玩笑。哎，看，狗急跳墙，我说对了吧？哎呦，原来如此啊！自己过得不如意，还见不得别人好，安的什么心？小陈，你从小就好面子，我知道。可是今天这么严肃场合，你红着脚要不来呀、啊？村长，你相信我，这笔钱是真的。感谢孙总的300万。这才叫真的到账，你光刷嘴皮子算数吗？陈伟啊，你要是还有脸皮的话，现在麻溜滚出去，别在乡亲们面前耍宝了。陈伟，你臊不臊啊？你上台吹牛倒是过瘾了，咱们石心村的人的脸都被你丢了。从你啊出了他们这种货色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快滚出去吧，滚出去，滚出去！咱们赶紧把他带下去啊！待会儿让陈总来了，看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想我们石心村的人，带下去。这，哎，村长，连你都不相信我吗？哼，与其相信你能掏八千万，那还不如相信母猪能飞上天。那咋的呢？你要能掏出八千万，我今儿个给你磕一个怎么样？哎，小陈。八成你是喝多了，你赶紧下去，先别叫我啊！我没喝下去，大人。快下去干什么？赶紧带下去！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下抓人家小姑娘，你还有心思管别人？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乡亲们，这个女人对我行贿，到天启集团的好处，我们才抓的她呀！我们看，你们看。他见我宁死不屈，他竟然能一下威刚砸我脑袋，原来是个想走后门的家伙。年纪轻轻你就不走正道，还敢伤我儿子啊！小贱货，孙子海可是方路村的发家致富达人，既然不要脸跪他。像你这种破鞋，要在古代分分钟就是秦钟龙的下场。对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你胡说！刚才那个是他要背我。我儿子可是天谴集团的。清风廉洁，刚正不阿，怎么可能欺负你？倒是你一个小丫头，欺世盗名，暴起杀人，老子教训教训你！哎，要喝还不服啊？信不信老子给你扔到派出所，让你蹲两天？孙，你为了护你儿子不分青红皂白吗？你没听他说，明明是你儿子要非礼人家。陈伟，你在这大喊大叫，我还没收拾你呢，你想让我听你的？
先把你吹的人头实现了，那八十三万钱够了，钱够了。自己看，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钱真到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陈伟他真发达了？原来如此，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定是老陈昨天在医院里听到陈总的安排了，所以才在这儿猪鼻子插大葱。这家虎威呢、啊、要不他一个臭烤串的哪来这么多钱啊？老陈，今天你跟这个贱货一个都别想，全部送局子里，得罪我天谴集团的股份，我让你们两个牢底坐穿。大哥便宜了，咱们乡亲们好不容易盼来这么一个大好事，差点让他给搅黄了，你让我们大伙也得泄泄愤呢。就是就是，老陈那会儿太他妈了。老陈，你看看现在的乡亲们可都把我的弄死你了，我打死你们两个都不拿你。大哥，大哥，大哥，我给你拼了。何小姐要出人命了还不听见吗？要出人命了还不听见吗？停下，这女的一看就是在这装受伤，想浑水摸鱼跑掉。老子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吗？还可以装昏迷，当我是三岁小孩吗？还不赶紧给我儿子道歉。哎，贱人，这就道歉啊？刚才打我的劲儿呢？臭娘们，老子干完这票谁在意？呸呸！孙海，你们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冲我来！哎呦，陈伟，你这么护着这丫头，你俩不会有意图？四五十的人了、啊、还想去泡妞，你下边想不想、啊、你们放屁，人出了人命你们能担得起这责任吗？哎，陈叔，法不责众你懂不懂？再说了，这臭娘们又不是我跟我爸打晕的，就算他死了能怪到我跟我爸头上吗？咱们就来说说，你丢了石心村的脸，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差点害老子拿不到天谴的证明，绝对让我。要我说呀，就应该一人一口唾沫把他给淹死，让他这辈子呀都长长记性。把他呀从石心村的户籍给开除，我们不认陈伟这个老乡。儿子，你给陈总打个电话，问他多久能到啊？别让陈总看到了这个笑话，人家一不高兴再撤资了。爸，人家陈总是，人家钱到了人没到。就说明不来了，这电话呀不用打了，就把这个人先处理了再说。你说怎么着？儿子，下手狠点，杀鸡儆猴，省得到时候我们分钱了，有人过来闹事啊！儿子，你刚才说该怎么办？儿子，你刚才说该怎么办？海叔不是说了吗？用唾沫淹死。刚才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再说了，谁能吐这么多唾沫把他给淹死啊？哎呀，乡亲们，这陈伟不仅是我跟我爸的，也是咱们石心村的敌人呀！我来说，咱们呀，一人一口唾沫把他给淹死。李爷，你去拿碗去，去下边收集大家唾沫，我来灌到他嘴里。好。哎呦，儿子，你比你爹还狠啊！你爹我都没这两下子。儿子，明年咱村选村长，我给你拉票。陈叔，等你吃了乡亲们的唾沫星，我就找人呐、啊、给你做一份证，就说你是自愿离开了石心村，等你按了审判，我赶紧给我滚蛋。天谴集团有你这样的人真是天大的危险，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老子的前途。爷爷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老陈，这就是你得罪我们石心村全地区应得的惩罚，就是我们爷俩不弄你，那陈总知道了。来吧老陈，给我喝呀，让你知道得罪我们爷俩的下场。喝。来吧老陈，让你
知道得罪我们爷俩的下场，喝了他，快，你滚！滚！性命不只吃罚酒，算了，胡某没了就没了，让陈伟安守夜，校务让他立刻滚蛋。陈叔，你说你早知今日何必当？你说你今天老老实实过来凑合数就完了，还会有今年局长的事吗？哼，凡事天注定，陈伟这辈子就没什么大成就，就会吹牛逼，老婆还死了，我让他后半辈子去非洲摊煎饼卖烤串，哈哈哈哈。说什么本事出来呀、啊？妈，你还有什么？你还等着周昆明的小老婆？这话放开！为了这个村子，我不除掉你们这两个祸害，我就不叫陈伟。你来吧，你们来，来，来，来！自今天起，石新村十三村五户的陈伟自愿注销户籍和身份，不再是境内合法公民，声明。即可生效。陈伟，我让你即日起有家不能回，有祖宗不能认，后半生光回你的非洲摊饼卖烤串吧。这里是哪个大人物？哎呀，陈总，您不是不来吗？我们正在为村除害，让您看笑话了。看，把我爸摁在地上打一棍，这叫除害？我爸要是有个好歹，我拿你们试问。爸，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没事吧？你们爷俩不是要把我送到非洲销户吗？现在怎么停手了？来呀，陈总，管老陈叫爸。儿子，你不是在天山集团骨干吗？你把他认出来吗？刚才我就觉得奇怪，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天前的高管骨干，当年我都不认识。我当然认识。查一下，集团有没有孙海柱？是。陈总。确有其人，但半年前就因为在实习期内贪污公款被开除了。你是天前集团黑名单上，也是被通缉的经济罪犯。你放屁！老子是天前集团的忠实员工，怎么可能贪污？完了，这下咱们不会也被抓吧？你们父子俩冒充我集团员工以外，还敢欺负我爸？你们是不知道代价是什么。村长，快去查查仲和的账户。这小子有前科呀，账户不一定是干净的。哎呀，老陈呐，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别查呀，千万别查呀！哎，陈总，小心，你别过来！你查，既然藏不住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准备一亿现金，还有一辆车。我就让陈总跟我一块死。儿子，诈骗最多三年。绑架可是十年起步啊！啊，要玩就玩个大的，你怂个屁呀、啊！咱们拿到钱了，咱们逍遥国外，他们能追到咱们吗？啊！诈骗、非法集资，原来你们父子俩才是村里的祸害呀、啊！你觉得你能绑架我？是呀、啊。哎呀，老陈，看在我们是一个村的面子上。你放过我们爷俩吧，今年众筹的钱我们一分都不要，我另外再单独给你300万，你可千万不能让我们住进大牢啊，那样一辈子就毁了。刚才就说我除了你们两个这个货，我就不叫陈伟。去牢里做你的春秋大梦，马上报警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是、哎快去叫医生！
近日，石新村破获了一场金额巨大、性质恶劣的非法集资及绑架，主犯孙海、孙发父子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刑期25年；从犯王凯，刑期3年。沈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我今天本来是想到村里找到老陈总，让他替我说说情的，没想到一场闹剧，直接就见到您本人了。去石新村找我爸说情，他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我爸是谁？这个何菲菲难道是个戏精？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您和老陈总看清的戏。心意，何小姐，你果然另有所图。我另有所图？何小姐，我看你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想让我对辉星科技松口，你还是先端住你的行为。我本想放你，你却还在大谈心意，想当我后妈，真是得寸进尺。哦，对了，不要想着通过我爸来影响我的决策。我劝你还是少花点心思在我爸身上做文章，这样只会让我们对你的制裁更加重。徐总，何菲菲是慧星科技总经理，持有52%的慧星科技股份。慧星科技为天天集团承包了7年的技术开发，持有大量的天天集团技术文件。徐总，这个何菲菲咱们去年才进，对天险很忠诚，想要扳倒他，咱们再另寻机会。的确，这块难啃的骨头。但何菲菲是天险集团唯一的客栈，我必须不择手段。何菲菲是吧？慧星科技的那个经理，你认识他？徐总，这不巧了吗？何菲菲是我前女友。王总，听说你家有个酒庄最近销量不好，如果你能搞定何菲菲，就让慧星科技加入戴维斯，我能给你保证最低5亿的销货量。一言为定，5个亿的大买卖。菲菲，那你就别怪老公我对你动粗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听说去了石青村出了点事儿，现在在石青村的诊所。徐总，我这就去把人给你带。哎呀，村长，小陈啊，实在对不住，咱村里的乡亲百姓没见识，非法集资也是头一次遇见。啊，我代表父老乡亲，给你和小何。也不是了，没事儿，没不，这不好不。哎呀，我知道你不缺钱，买得起比这好得多的人参，但是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啊，收下吧。行，那我就收下了。村长，放心，过段时间我组织组织投资，来咱们村里发展建设咱们家。好好，老村长记住你的心意了，记住小陈。小李看看啊，好了，那大伙儿都散了吧，别影响何小姐休息，散了，散了吧，散了吧。爸，不先回集团了，你也别耽搁太久。行，那我去看看何小姐，晚点我跟她一起回去啊。哎，陈总，米国的戴维斯集团最近在海城蠢蠢欲动，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都在等您回去做决策。何小姐，怎么样，好点没？啊，一塌糊涂，几乎无救。这么严重啊？我带你去市里大医院吧。这只是皮外伤。我说的真正一塌糊涂的是，菲菲，我来看你了，你没事吧？王景，你怎么在这儿？你先过来。这位先生，患者正在剖腹期不宜大动，还请你自重啊。王景，咱们已经分手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况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当然是徐总告诉我的，人家可是专门派我过来接你，去跟人家谈大买卖的。徐总要跟我谈大买卖？啊？哪个徐总？难道是？国际巨头戴维斯的徐总啊，他可是1:1的大人物啊。贝贝，你看你老公我给你介绍了一个多大的人脉呀、啊！戴维斯是天启集团的对手公司，按照行业规定，何小姐所在公司不宜引人相见，
飞飞，老东西，你插什么话呀？飞飞，你俩什么关系？这不是很明显吗？他是我现在男朋友。所以，请你以后别再来骚扰我。贝贝，你脑子坏了吧你？你才36啊，你找了一个50多的老黄菜，你俩晚上干那事的时候，他能行吗？我们俩的事情不用你管，菲菲不会去见徐总的，还请你。贝贝，别当真吧，我请求你，别逼我动粗。王静，这些年来你家暴、宠幸、出轨、约炮。这辈子都不太让你接近。没有听到菲菲说的话吗？请离开。老东西，我还没跟你算账，你先找老钱。你知不知道叫我马子是什么下场？敢让我5亿的大买卖打水漂，我他妈今天非要弄死你们。这位先生，病人正在休息，请不要惹事儿。哎，你能把我怎么地？最后警告你一次，赶紧给我滚！如果下次你再让我看见你跟菲菲在一块儿的话，我立刻让你进火葬场！法治社会竟然能把杀人放火说得如此的平静，你很狂吗？我就是狂，老子家里有的是钱，杀你又能怎么样？无非就是赔个80万的事儿吧。哎，这点钱还没我在夜店一晚上消费的多呢。文景，你敢动大叔一下，我一定是你。陈叔，你先小心一点，我去找村长，叫他的人来帮忙。不是，跟老夫跟你今儿要还手，你今儿我找人把你从我头下去给卖了。一轻轻的小伙子，竟然连我这个中年人都打不过，身体虚了吧？识相的赶紧离开这儿，这不欢迎你。老东西，看来你今天是不要给我鄙视鄙视了是吧？哎，来呀，乐意奉陪。好。喂，你们他妈都死哪去了？都过来石群村诊所，我马子被人给敲了。快点。老东西，我等死啊，等我兄弟们一到，我刺死。我操！就是这老家伙惹的你。对，你们给我放了。对，你们给我放了。我去诊所里把那娘们儿，我有大用。飞头，我请哥几个喝酒啊。说话放尊重点。好歹你曾经也是菲菲的男朋友，怎么能这么称呼？呦，老子身边的女人多了去。那菲菲呢？不过是徐总看上的人，我呢是对他客气一点。既然是才子，那我只好使用一出半手段了。那陛下，老头，你打水枪用的是哪只手？我们哥几个都有好生之德，想给你留一只备用手，省得你夜晚寂寞没办法排解。怕不是这个老太监下面早就不能用了。站了。都给我住手！菲菲，你今天是非要跟我对着干的人，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如果你惹怒了我，不要动气。菲菲大叔，你家里是能左右的？你们知道大叔什么身份吗？就敢动他？就这老行，没有什么隐藏身份，自以为我们好。难道何小姐猜出了我和小丽的关系？大叔，他可是天前集团陈总的父亲。敢动他，就不怕天前的陈总找你算账吗？菲菲，你算账，这个穷逼老黄菜是陈总他爹。你想啊，陈总的父亲叫陈伟，大叔也叫陈伟。嗯。而且今天在村里众筹的时候，大叔可是以天前集团的身份捐出了8000呢，这就可都是底证。菲菲，你真把我当做三岁小孩了吗？
大街上叫陈伟的人多了去了啊，都是这个天泉集团的老陈总吗？这个老家伙只不过就是一个招摇撞骗家伙吧。你真把他当盘菜了？我也叫陈伟，难道我也是天泉老总的亲戚吗？菲菲，我呢比你知道的太多了。天泉集团的陈老总呢现在在豪龙别墅养老呢，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村里来跟你相亲，你是被骗了呀？你还真是个傻娘们，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办？没唬住他们。再说我给你买。小兄弟，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把菲菲带走。老东西，你嘴挺硬啊你。什么？那就比试比试，看你能不能一个打十个。皇上，你真以为这老丐帮是英文吗？他一个打十个，他一个都打不了。都给我上！不是，我跟你走。王姐，我跟你走。菲菲，不用跟他们走，我把乡亲们叫来就行。大叔，别傻了，乡亲们来了，你早被他们打死了。这次就当就我的抱歉，我的事我自己解决，我不想去。行了，别折腾，那么躺不住。哎，哎，老实点，老实点。进去。王子，带你的人赶紧过车了，别动大叔。你都进了我的车了，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啊！开车，把那个老东西给我废了，死了算我。老东西，他敢跑，给我追，弄死他！把他停了！那石金村竟然敢有人动手，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我要给他砸成皮下来！丽丽，赶紧去，戴维斯集团把何菲菲捞出来。汇鑫科技手里有大量的天泉技术文件，如果落到戴维斯手里，天泉就危险了。什么？那个女人不怀好意的接近你还不够，如今还要出卖天泉集团？人家是被迫的，现在被强行绑走了，你赶紧去捞人。站住！喂，老东西，快来！抓紧去两手准备，我去戴维斯捞人，你去吩咐技术部做一级应急预案。是，把全村人都叫上，咱们卖回咱们去。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会非常顺利。徐总，人我给你带来了，别忘了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万小姐，初次见面，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咱们坐下聊吧。坐那儿吧，老实点啊，咱抽。徐总，看来您从一开始就默许了王景把我绑到城里。我奉行结果至上，只要生意能谈成，过程是怎么样我并不在意。菲菲，只要你乖乖的给我听话，今天晚上我会好好疼爱你的，把你疼爱的让你下不来床。何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他们分别是海城外贸的李和物业集团的牛总。徐总，咱们还是有话直说的。我准备把资源分配，这两位是我为你争取的超一流集团，他们会把订单交给汇鑫集团去做。有徐总背书，以后我们集团的程序开发就全交给汇鑫科技好了，每年的开发经费差不多5亿。我也不会低于5亿。何小姐，我觉得汇鑫科技给天泉集团做事简直是暴殄天物，只要你给戴维斯合作，今天我就能给你撮合10亿起步的订单量，而且明天就能安排汇鑫科技上市。上市？啊！老东西，继续跑啊！留下！
我吃饭。代价，是你们承担不起的。代价，就算真把你打死了，王少顶多赔你个180万而已。真以为你这条烂命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威胁吗？何况根本不用打死你，把你打成植物人，让你再也下不了床就行了。你们这些社会的垃圾，凭借一个富二代有点臭钱就敢为非作歹，你们这是在犯罪！闭上你满嘴的臭牙吧，老东西！我们哥几个今天替王少做你正心配。局长，您给我承诺了这么多好处，那我们慧星科技需要付出的代价？很简单，只要你把顶天贤集团的开发技术全部给我，明天我就能让慧星科技。只要背叛陈总，就能一步登天。当然了，而且啊，还能救你那个心心念念的老帮菜呢。菲菲，你这么年轻，你也不想当寡妇吧？啊，菲菲，陈烈那个刁钻刻薄的女人不值得你这么对她忠心耿耿。而且你看，我今天给你的就高于陈烈给你的十倍不止，你不可能有理由拒绝我。说呀，赶紧答应啊！说话呀！夏总，怎么对待我的贵客？对。那什么，徐总，我去看那个老帮菜被收拾的怎么样了？你能继续聊啊？继续聊。上市流程并不等于上市，徐总，您这就是在给我画大饼。我们辉星科技现在确实遇到了难处，但并没有走投无路。至于天前的核心技术，我是绝对不会交给戴维斯，是有悖于商业操守。何总，这是油盐不进的。这种榆木脑袋是怎么爬上总经理这个职位的？哼，商业讲究兵不厌诈，道德这东西一文不值。何小姐，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徐总，既然生意都亏了，那我们何菲菲，你敢拒绝我的好意？我给你撮合了10个亿的订单量，你上下嘴皮子一碰，能跟我对吗？想要我跟戴维斯合作，最少要答应三个条件：第一，立马放了大叔；第二，让陈总出具解除合作的证明，并官宣绝对不会追究竞业的责任；第三，我是绝对不会把天前的技术问题。何菲菲，我给你脸了是吧？我能让慧星科技明天上市，也能让他今晚倒闭。你最好想好措辞再说话，别消耗我的耐心。别的，我还是那句话，先放了大叔，再说咱们的事。徐总，黑客已经黑入慧星科技服务器，但最高管理密码无法破解，需要受阻止。只要你输入最高管理层密码，把慧星科技手里关于天谴集团所有技术文件交给。那么刚才我说的所有话都会兑现，包括你心心念念的房也可以还给你。在没有见到大叔安全之前，我是不会把密码给你的，我不可能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在受难。何菲菲，我最讨厌别人给我谈条件，你不是让我放了那个老头吗？把那老头的视频发给他，让何总看看啊，你们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下场。我现在就在一块儿呢，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下里面就得做通缉。他说徐百合，你个无情无恶的手段。商战世界流点血很正常。何菲菲，我没有什么病，如果你继续抵抗，你的下场也好不了。徐百合和王景如此心狠手辣，就算我屈服他们，恐怕徐百合也不会兑现给我的承诺。徐总，我刚才提的三个条件并不过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呢？我没有时间了。天谴集团已经注意到戴维斯了，今天晚上我必须拿到我要的信息。可是你们两个大集团之间的竞争，为什么要拿我和大叔开刀？大集团之间的斗争
最先牺牲的就是你这种不识抬举、不懂得重新站队的小企业。我数三声，时间一到，绕座，就别怪我对你心爱的小磊不开恩了。三、二、哎，你要答应我，你拿到东西以后，就立马放了他说。对不起了，陈姐，为了救人，我别无办法。这不可能啊！我输入的密码明明是正确的。徐总，你再给我点时间，这已经出了什么问题？跟飞，你敢耍我？真以为我不敢？你把那老头给我拖出去，你让黄总看看我们的态度。老东西，你给我前女友挺嗨啊你啊，在我的面前你还搞这么一出苦命鸳鸯，你还硬死不屈上了你。我就知道妹妹不会被你的内地驱走，劝你回头是岸，要不然谁都救不了你。老东西，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因为我现在就要废你条胳膊。相信你，抬起来吧，来，哎呀，我继续，老实点，二三。老东西，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因为我现在就要废你条胳膊。相信你，抬起来吧，来，哎呀，我继续，老实点，二三，不说。哎呀。大哥，这什么情况？咱们去做，有意思啊！本来想收拾个老东西，结果来了个更老。老头，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你别以为你带点这点人，我就怕你啊！识相的，赶紧滚，别耽误老子办正事儿。我虽然不知道你爹是谁，但是像你这种没教养的东西，敢对老臣动手！我们石新村的父老乡亲今天就要找你讨个说法。你丫鬟呀，你丫鬟呀，你丫鬟呀，你丫鬟呀。大哥，他们人这么多，要不咱撤吧。几个老头都能把你给吓尿了，废。这里是100万。拿着我的钱赶紧滚。哦，你以为谁都向你指认钱吗？区区100万。你太小瞧我们石新村的乡亲们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是吧？你们这些乡巴佬见过100万吗？你们这辈子都赚不到100万。老头，石校长拿着我的钱赶紧滚。100万，呸！老陈可是给我们村里捐了8000万，你算什么东西，敢对他动手？看他们，他们怎么对付老陈的？我们今天怎么对付他们？给我杀！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不回我消息？把何菲菲给我关起来，我有的是办法让他把今天的话全说出来。徐总，陈总来了。什么陈总、李总，都是一群坏。徐百合，谁呀？张总呢？陈毅，你怎么来了？你说谁是范总？没说你。陈总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就来了？我正谈业务呢。陈总，徐百合刚才非要逼我交出回信科技的管理密码，让我对他揭露商业机密。那你交出来了吗？你俩当初的心理危险，救人要紧，我确实给他们了，但一直显示密码错误。是我让技术部改的，为了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是你搞的鬼？喂，大哥。乡亲们已经老久了，你赶紧离开戴维斯集团。啊，你多过来，那太好了。什么？这环境怎么回事？
徐百合，你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人，你知道代价是什么？这可是戴文森集团，他打了你几巴掌？一巴掌。好，那我就加倍偿还。三天内，我让戴维重新撤销分公司编制，解散员工。如果你做不到，我就用天使在海上的力量替你。听明白了吗？早就听说你凶狠，今日一见，没想到果然名不虚传。对敌人软弱，就是对自己残忍。徐百合，在我的势力范围内，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识相处原谅。林果，你不知道大叔挺了这么久。有没有受伤？老好，老东西，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咱俩没完。你今天找了一群乡巴佬收拾我，我告诉你啊，我回去我找十倍的人干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的背后是戴维斯。大难临头了，还这么慌？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老陈是谁吧？小相公，一个穿的跟他破烂一样，他能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完告诉你，海城上层圈的权贵，我都认识，你根本就不在其中。确实不在其中，虽然我现在退了，但是我想你爹应该知道我是谁。哎，我爹可是海城有头有脸的酒庄老板，你能认识他？我来找个人，海城开酒庄的，他儿子叫王进，让他来石金村见我。立刻，马上。喂，白老板，你有何吩咐啊？好，你赶紧去石金村一趟，老陈吩咐的兵器对面补给很大量。老陈总，你是说天铁的老陈？好，我现在就去。我让你爹亲自来把你带回去，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老东西，你说你认识我爹，你怎么不说你认识世界首富呢？老东西，这是谁把您伤成这个样子？是拜你的好儿子所赐的。他下周要让我过头七呀。不是爹，你刚刚叫这个老东西什么？不是爹，你刚刚叫这个老东西什么？小兔崽子，你跟天前的老陈总叫什么？还让人家下个礼拜给我投机？不是，你真是天前的老陈总，陈立他亲爹？发蛋，从心里想事儿也就算了，今天给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让他们全家人都去死吧！啊，王老板，我看你的酒庄口开了，只要陈总一声话，你们俩明天就去大街上乞讨。老陈总，是我教的不错。你看在十年前咱们在饭局上有一面之缘的面子上，你就帮我们一把吧。你还不给老陈总磕头道歉？哦，陈叔，我知道错了。求你饶过我吧，陈叔，我求你了。这下吧，惹了这么个大祸，我以后岂不是连泡妞的钱都没有了？我这个人做事分明。王总，如果你在石新村投资一个葡萄公司，他马上到公安局去投案起诉，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件事情，放我们一马。好，我投资，我拿我们酒庄五年的所有利润都投在石新村的葡萄园基础建设上。现在我们就签合同。老陈，你才是村长，我得感谢你救了我一命。哎，受他累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我这点钱也用不着那么多。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了你阴奉阳违，
你的酒庄从此之后不要再开了。陈柱，我这就去。不行，我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们陈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别管，老陈，快叫救护车！别，别跟他走。看来老爸是铁了心的要给我找后妈了。算了。 既然和菲菲也不是什么坏人，那就这样吧。菲菲，我这是到医院了。啊，别这么看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你，刚才你做梦的时候一直喊我的名字，我给你打死。不至于吧？看来啊。 我应该安排了双人床铺房给你们，让你们分开住，反而显得我不讲究了。总觉得陈总一直在关注大叔的状况，难不成他们真的有什么血缘关系？秦总，我有个事儿有点好奇，就是你跟大叔真的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你想说什么？你想说这个卖烤串的大叔是我爸？你觉得他像吗？确实外表不太像。经理。 这个和菲菲看来真的不知道，他嘴里的大叔就是我爸。我呀，只是从小吃的串长大，关系比较好而已。嗨，我就说嘛，大叔他穿的这么朴素，怎么可能是老陈总？哎，对了，大叔，你那个医药费啊，你放心，我会给你付上的。哦，不用不用不用，小李，菲菲，鉴于你没有自愿的出卖天谴集团。 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我可以放你，我已经解除了对你的合作封锁，希望你能对天前忠心耿耿。谢谢陈总啊，那我就不多待了，好好享受你们的二人世界吧。哎，那个，其实我他，陈总，既然你已经答应合作和老陈总的事了，为什么还留着这件防护纸？我家的事你少打听，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不知道我爸的身份。 和菲菲就不会有压力，这样他们还能多腻歪一段时间。戴维斯集团绝对不会束手就擒，我还要专注对付戴维斯。爸，那个陈立太过分了，让咱们撤出海参不说，还打了我十八掌，差点破相。蠢的你，为什么不派几个杀手直接去对付陈伟啊？为什么不找几个能打的在谈判的时候直接把陈立绑了出国，不就行了吗？爸，我。 我没想那么多，也活该挨打。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做事要做到底。既然动手了，那就冲着出血了去做嘛。那个叫什么王景的混混，他能顶什么用啊？你安排他去做事，那不是光赔吗？爸，你教训的是我吧？你呀，现在就剩下一些连阴的价值。你回去吧，等我安排天天的事，你不用插手了。爸，我不想连阴。混账！ 你是我女儿，不给老子给我穿到这价值，我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赶快从我眼前消失，也逼着我发火。老陈呐，20多年了，咱们该见面聊聊。恢复的怎么样啊？恭喜你先生恢复的不错，马上就可以出院了。谢谢啊。 怎么这么重啊？还真是。哎，那个，您是海城商会的主席白先生是吗？嗯，你是？哦，这位是慧星科技的何总，我的一个朋友。你好。哦，哈哈，原来如此啊，老陈呐、啊，你终于开窍了啊！年前我都被你介绍几个，你都推了，真是的。大叔的人脉怎么这么不可思议？总不能连白主席都是大叔收口店的常客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今天来找我有事儿。啊，这屋里太热了，但是我出去散散步啊，您先聊。徐贵人这个东西，从米国拿了投资回海城啊，这畜生又该作孽了。你俩的仇恐怕要有下落了。卡里有300万的定金。
你说好了，事成之后还有700万，外加一个美国绿卡。明白，徐总，只要我出身逆行，镇镇静，让陈伟老婆生了之后出事就行，对吧？<笑>很好，最好是让吴小梅连她的孩子全死在产房。各位。 只要用你老婆孩子的命拖住你，让你斩草除根，钱钱可就是我的了。小梅，小梅，你不能丢下我和孩子。小梅，这是小丽收拾完戴维斯之后，许贵人坐不住要亲自出手，但这是冲我来的呀。 说曹操，曹操就到，还是像以前那样，让人找到他的行踪了。老陈，尽管放心，有任何事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是有忙必帮的，别独自给我逞啊！戴维斯背后有几个国际金融的支持他，先前如果要独自对付，他不是对手。好，知道了。好，稳住了。 好啊，期待已久，乐意奉陪。小梅，当年害死你的人又来了，这次我不会放过他。老陈，我已经约过了，他答应出来，你尽快去通知那几家国际资本，今天就开工，执行。 最高作战方案是。20多年前，我能用一天的时间退位上线，这次我一样能在一天之内逼你把先前集团交给我。大叔。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见个老朋友。那需要我陪你去吗？对对，我现在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办到。什么事啊？这么讨厌？你听着呢，3个小时之后，如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你马上去找小丽，拿到 X523文件，然后去商会把它交给白主席。切记，一定要拿到原件。大叔。 我刚才没有太听懂什么 X523文件，这到底是？你不用问那么多，你只要照做就行，其他的我都安排好了。现在咱们俩要装作是情侣，不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医院恐怕隔墙有耳，不能说太多东西。薇薇，如果徐贵人跟我们开战，就只能靠你翻盘了。大叔，你放心，我现在马上就去订闹钟。 董事长，信号屏蔽器已经安装好了，设置在陈伟到达以后开启。另外，咱们的其他兄弟都已经在这里办成了员工，随时请你命令。很好，希望今天是一次愉快的谈话。戴维斯和天天同为大数据企业，对市场来说太多了，由我一家垄断，刚刚好。 哟，老朋友来了，坐坐。怎么样，老朋友？20多年没见了，想我了吧？想啊，当然想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你孤影麻醉师害死小梅，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这张丑陋邪恶的脸。<笑>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能被你这个亲手缔造2000亿集团的人挤一辈子。 我做梦都能笑醒啊！话少说，说吧，今天想干嘛？哎呀，没什么，走，把这个给我签了，把天签给我，我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对你和你闺女陈丽怎么样了。你觉着我会向你低头吗？<笑>你别不识抬举，20多年前。
我能让你老婆下去投胎，样子今天我也能让你闺女下去找她妈妈。看来今天你横竖是要跟我开战。信号屏蔽了。只要你不签字，你走不出你这个门，你也救不来任何人。顺便给你说一句，如果你今天不来，我也有应对方案。我那个时候可都是你和你闺女同时赴死了，这可是你自找的。开始砸盘，天前的骨架别管腰斩，你滚！一个小时之内，我让你见到天前的末日。徐总，你觉得我能相信你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吧。陈总，我是在很诚恳地请求你帮助我。我爸让我跟欧文谈谈老总原因，但对方却是一个60多岁的老变态。虽然他是我爸，但是我也不能为了他的一己私欲葬送我自己的人生。徐总，你向你的敌人求助，而且你说你的亲生父亲要把你当工具，你就算假意投敌，也要打打草稿吧。徐总，我不是不相信，只是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不可能把我的后背交给你。那如果我说我彻底站在你这边，你要背叛你父亲？对，而且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手里面有套大量洗钱罪证，只要你挺过这次，戴维斯我双手奉上，只求你能留住我的股份几何。那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策划这次危机的吗？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会死人。国内治安这么严，你爸敢雇凶杀人？你们爱信不信，反正也不是第一次。陈总，多家国际财团正在全力做空天险，我们的股票接近腰斩呢。什么？你竟然来得这么快！你竟然来得这么快！陈总，现在外面有大批股民要求您给个说法呀。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很可能会爆发流血事件啊。兄弟，你这个黑心的资本家，老子卖车卖房买你们天险的股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一半，老子给你拼了！这位先生，集团股价暴跌，我们公司也损失惨重，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呢。想什么解决办法？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跟股民纠缠。兄弟，你他妈生儿子就不怕没屁眼吗？我会给你们一个说法的，但是请你不要在集团闹事。马上去安排记者会，我去安排群众。陈总保重，这次我说过的话会全部兑现，只要挺过这次，我帮你反程到底。那如果我没有挺过去呢？已经下午三点了，我爸向来打闪电战，只要活过今晚就是胜利。陈总，那个大叔交代我来找你拿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叫什么 X 的523文件。不行，那可是天前集团汇总了10年大数据开发技术最后的文件档案，是天前的命根子呀。他为什么找你来拿，而不是别人？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大叔跟我说，拿到文件要第一时间交给白主席。釜底抽薪，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了。难道我爸是想把这技术交给白主席公布开源，让天前抱着敌人一块同归于尽？陈总，只要安抚好股民，挺过这一波没有问题的，咱们不至于把命卖交给别人啊。也不知道大叔那边怎么样了。走，我带你去拿。老朋友，我的手段你可是知道的，如果你不能让我满足，我只能给你上一道开胃菜了。为了对付我，你真的是煞费苦心呐、啊！看来今天我是过去了。我是蓄谋已久，而你是匆忙应对啊。各位，劝你别做无意义的反抗了，否则我还会继续上船。你怎么知道我是匆忙应对了，没有杀招？陈离给我杀了，把他放回来。敢动小令，弄死！陈先生，这里是徐总的主场，你坐下。不过是菜单上的菜品了。徐总，菜。
这就是 X523 文件，整个天晴的心脏。何小姐，现在我把它交给你。真的，你放心，我就算活出命来，也一定保证把它安全送到。那就拜托你了，我带你从消防通道走，那里人少，不会引起。你抓紧去吧，我回去安抚谷明。陈总，你一定要挺住。爸，你安排的我都照做了。戴维斯的猛攻，如果这样我们都化解不了，那基本就是天意了。各位散户股民请冷静，这是来自国外财团的恶意索控，大家先冷静一下，不要做过激的行为，本集团也正在想办法解决此次危机。去你们的冷静，还我们血汗钱，骗钱肯定是里应外合来割我们韭菜。陈立，你这个卖国贼，别和外企架空我们天权股票，就他妈应该把你们父女两个抓进去，抓进去。陈总，这些人根本控制不住，要不咱们还是回去躲着吧。大家先冷静一下，我们绝对没有联合国外资本割韭菜。那你们赶紧把股票涨回去，我在这说有什么用？对，没用，就是。赶紧出去，伤了身体，我来找别方。收到，收到。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收到了？陈总已经发话了，你们这群臭韭菜再不识相的话，我们可就要动手了啊！总是在天前竟然还敢打人，你打一个试试。我爸的目标果然是陈。你们在干什么？我没有让你们这么做。住手！陈总，看来你注定有此一劫，我来帮你解脱。还在说，老子给你拼了！陈总，你还是太年轻了，竟然不防备撞了很多血试试，还不躺下，是我说的不够深吗？你白喝，你这个贱人，果然是你爸派来诈降的！杀人了！下一道菜可以上，来吧来吧。这道菜你自己开吧，各位，这就是你负隅顽抗的代价。一个人完蛋的，老实点，我他妈弄死你！杀了我，你女儿应该还没死，被救护车拉走了，所以说还是当年的计法。如果你还是不肯低头的话，那我只能使用过量的镇静剂，让你女儿死在手术台上，就跟你老婆当年的死法一模一样。是吗？先生，我这最后警告你一次，快点！商品除了签字，你没有任何行为权利。姓陈的，生死一念天。如今你女儿遇刺，股价只会进一步的暴跌，直到资不抵债被强制收购。你除了屈服，别无他法。把他放了。只要我不把核心文件交干净，你所有的事情全都白费。你拿到天前的空壳，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没错，说的没错。所以，喂，来做个抉择吧。你是把天前的心脏交给我呀，还是把你女儿的心脏交给我呀？你是把天前的心脏交给我呀，还是把你女儿的心脏交给我呀？就不怕我连女儿都不要跟你硬刚到底吗？就凭你，你个窝囊蛋！记得老婆当时死的时候，你哭成了什么样子？我离了30多米都听得一清二楚啊！整个一个妞，我撕心裂肺。当时就在现场。当然。我是在确定你老婆死了之后才去公司逼你让位的。子不长兵，亦不长臣。陈先生，看来是一个失败的商人。算算时间，你女儿应该被推进手术室了。喂，怎么样？做好选择了吧？我等你，不敢拿你女
女儿的命跟我火拼。我们董事长就不一样，于百合说不要就不要，干脆利落，无情才能成大事。说的不错，小子。对了，蓝丫头上飞机了吗？还没，她说要整形，下个月去。好，哎，记得要做一个初夜修复手术，哎，这样对方就能更满意了吧？眼银嘛，诚意还是要拉满的。行，我这就去安排。徐贵人，真的没有看错你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魔鬼，你连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在乎。我操！喂，做好选择了吗？我不想让你女儿死的话，就把字给我签了。否则的话，我让你家破人亡，一无所有。菲菲，你再快点，再快点，再晚我就真的来不及了。老董事长不好了，与我们关联的所有财团都在撤资，戴维斯的股价在一路暴跌，我们正在失去强制收购天险。你快开门！你快开门！徐贵人，不要太高估了自己，也不要小瞧自己。你他妈的都做了什么？暗度陈仓，一点小手段而已。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谈判桌了吧？如果你肯效力我们，就能让你戴维斯灰飞烟灭。老董事长，查到来源了，海城上魏主席开了记者发布会，当众将天险集团的核心技术全部开源上传到网上，目前进度50%。把屏蔽机给我关了，我要看直播录像。好样的，菲菲，你救了我们一家。董事长，董事长，你快看！从这一刻起，我以海城商会主席身份宣布，天险集团大数据核心技术将面向全社会开源使用。戴维斯和天险同为大数据企业，如果天险的技术彻底开源不赚钱了，那戴维斯也是死路一条。从今天起，天险集团将全面转型为大数据算力中心企业，为所有使用大数据的提供算力服务。今天前将制霸于大数据算力供应企业。老陈，你想得够远的，这一招是5年前准备的，没想到今天一用，你就能置戴维斯于死地了。天前和戴维斯的股价齐齐呢。原来这才是你的杀手锏，趁我全力融资跟你对垒的时候，你伏笔抽薪。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西飞，这道为你精心设计的财务课准备了好多，就当我自己亲自来评定。我命令你立即让国家停止生产，我的宝要你和陈丽的命！听到我们徐总说的话了吗？赶紧停下！我这条老命要不要无所谓。徐瑞，除非我看到你的平安无事，不然我就让你抱着你的戴维斯灰飞烟灭。你还敢反过来要挟我？看来你对这次反击很是满意啊！那我就让你好好的看看我的决心。把陈丽的肾脏给我挖出来一个，用一个一个的掏空你女儿的五脏六腑，看你什么时候背我低头。现在了，你还不想收手吗？收手？笑话！我将来的计策就是，要么赢下所有，要么一无所有。既然上了这活，光你所有的钱，我是不会收手的。好好回忆一下吧，你老婆当年死在手术台上那个凄惨的样子，而你女儿陈丽会死得更惨，死无全尸。喂，喂，小美。对我来说，女儿就是一个交易的商品，
而对你来说，陈丽就是你的命根子，你不敢给我对你，否则的话，你有何颜面下去见你的死去的老婆？徐恩来，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那好啊，我就等着你下辈子来复仇啊！啊，该签字了，陈伟。不可能，你女儿正在手术台上任我宰割，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啊？陈伟，这又是你耍的诡计来炸我的吧？女儿，你怎么样？爸，我已经定位到电话的位置，往你那边去了，别让徐贵人跑了。董事长，小姐失踪了，而且我们刚接到回来的人的消息，袭击陈丽的人不是我们安排的人，而且陈丽也没去医院。错了，这他妈是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齐桂云啊，齐桂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很可怜吗？你至亲至爱的人，现在却是要弄死你的对手。电话，电话！我他妈怎么生出了你这个电话叛徒啊！陈总，这次你总应该相信我了吧？我确实没想到你爸会凶狠的雇凶杀人，还把你卖掉赚钱。要不是你用神僧刀救我，我早就没命。你白河，你这个贱人，果然是你爸派来诈降的！赶紧去把门口所有监控删掉，快！这个杀人凶手，我要救陈总。让他说了算。接下来怎么办？去救你爸，只要人还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我告诉你，我把全部身家全在你身上，我这就定位他们的位置。在此之前，去医院安排一个床位，以免出事。明白。我只是猜测我爸会对你动手而已，没想到竟被我猜中。陈总，希望救了老陈总之后，你不要忘了答应我的事。放心，加快速度去救我爸。陈伟，这都是你逼我的。你让我很是尽兴啊！看来你还有反制的手段。全员来包间门口集合，背水一战。这次你是要拿我开刀了？哼，说的没错，这都是让你给逼的。我既然打不赢你，那就只好拿你做筹码，去跟陈丽做交易。别动手，把他的手给我接下来一个。你们放开我！怎么，外面的人没有拦住你们？爸，我可是还没退任呢。他们知道我才是戴维斯的现任董事之后，直接就帮我做事了。爸，你现在一无所有，彻底输了。背叛者终究死于背叛，徐贵人，这就是你的报应。百合，我的好闺女，你这是在迷惑他们对吧？你这是在帮我对不对？对，我是在帮你，我在帮你进监狱。他妈的混账东西啊！徐老总，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势已去，就别挣扎了，别逼我动手。终于结束这一切了，小梅，你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爸，照你的说法，我妈当时是被徐贵人害死的。那时候你还太年轻，我怕你冲动，所以没有告诉你。现在终于可以说出来了。愣着干嘛？接呀、啊！何小姐这次帮了这么大的忙，你要是想让她当我后妈，我没意见。别瞎说，我多大岁数，人家多大岁数？我可没看出来她嫌你岁数大。不过，
机会可要好好把握，能让我认可的人可不多。老陈总，你真的和何菲菲在拍拖啊？都结束了，我在城西小饭馆。等下把我爸绑起来带下去，我要亲自送他去警察局自首。我徐百合，我到时候也放不过你。爸，我是在帮你养老啊，监狱里一辈子吃喝不愁，你还不满意吗？呸！老子白姓了你这个爬树孽障！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老师，大叔他没事吧？有没有事儿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大叔，你可一定不要有事儿啊！这不好好的吗？别哭了啊，别哭成小泡泡了。大叔，那咱们这假扮枪里的事儿还要再继续吗？大叔，我喜欢你。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但我是真的喜欢你啊。不是，老东西，你插什么话呀？菲菲，你俩什么关系？这不是很明显吗？他是我新疆的，所以请你以后别再来骚扰我。现在咱们俩要装作是情侣，不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大叔，你放心，我现在马上就去定闹钟。何小姐，我们不合适。我来的路上其实刚才也想了很多很多，最后我决定我这辈子非你不嫁。饿了吧？这附近有家下午茶，我们到那边吃边说。放心，吃完了之后我会给你个答复。对了，大叔，到底是谁啊？怎么就连白主席都亲自去医院探望你？难不成你真是陈总的父亲？菲菲，其实我……菲菲，真巧啊，你也在这吃饭呀？你怎么也来这里吃饭呀？哦，好，这是你的朋友。哦，这个是刘丽、汪瑶，都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们呀，一毕业就结婚了。菲菲，以后称呼我老公呀，要叫汪总，可别再直呼名字了。汪总，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在天体集团的企划部？难道？哎，今天已经正式确定提拔为总监了，贝贝，以后你再想跟天前集团多合作，可得看我脸色了。那这可能以后还真得麻烦您呢，汪总。这还差不多。对了，这里是天前指定内部餐厅，不对外营业，只接待天前高层。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我带他来的。有问题吗？薇薇，这位是，我看你们点的是情侣套餐，这个老大爷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哈哈，薇薇，你这口味也太重了吧？我知道了，你这老男友是这个餐厅后厨老大爷是吧？真是嫩菜新配隔夜饭，哎呀，实在是太辣眼睛了。薇薇，我是在开玩笑的。你不会介意吧？我不觉得二位这是在开玩笑。刘丽丽，没有人规定这情侣必须年龄相仿吧？我和大叔呢，是真的。
真感情。菲菲，你该不会是被骗了身子，事后委曲求全，难以启齿吧？哎呀，菲菲，咱们都是大学同学，你就实话实说嘛。够了，我去大学首先。老公，咱们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大了？以后菲菲求我的时候多的是，怕什么？就算你是天泉集团的高管总监，也没必要这么无事生非吧？别太嚣张。顶你个老大爷！我老公可是天泉集团总监，你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有什么资格教我老公做事？老子一介总监，刘丽这个黄脸婆应该配不上我。与其让菲菲便宜了这个老东西，还不如……哎，那个你们俩先聊，我去趟洗手间。当然是帮你排解寂寞了，菲菲。跟那个老猫太开脱，晚上一定很折磨吧？我警告你朋友，别碰我。那我就出去告诉你。你告啊！我早看那个黄脸婆不顺眼，迟早就能踹了。不如你跟我，咱们俩门当户对，一起做大做强，怎么样？走，跟我去男厕所，帮你排解点寂寞啊！大叔，我警告你啊，别碰我！怎么了，菲菲？大叔，这个人刚才在卫生间想要非礼我。我非礼你？何菲菲，你都成老头捡剩菜的货色了，我会非礼你？我非！交给我的不要。老公，怎么回事？你被打了？老婆，刚才在卫生间，这个何菲菲非要拉着我来一发，还说什么要把你踹了，跟他过。我不同意，他就打我，还污蔑我。菲菲，你这个贱货，你不要脸！你看我老公发达了，你就想挖墙脚，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胡说！我四位，本店不允许发生冲突。如果你们想打架，请到外面，在店内动手会被永久拉黑。二位，今天你们态度非常的过分，而且对菲菲极其的不尊重。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我可以不追究你们任何的责任。你个老逼的，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何菲菲。和你这个后厨老王菜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吃饭？要滚也是你们滚。如果你们一定要让对方离场，是需要进行包场的。请问你们谁来包场？我来包。我这正好有一张天启集团的学长给了我一张餐卡。抱歉，这位女士，您这张蓝金卡内只有70万额度，但包场最低要100万起，无法操作。何菲菲，吹牛吹破了吧？还想包场？你有资格吗？蓝金只是副总监的卡，但是我这张是正总监的至金卡，额度200万。何菲菲，该滚的是你和这个老帮菜，刷卡。至金卡可以包场，两位帮总监已经包场，请你们立即离开。稍等啊，我也有一张卡。你刷一下看看，把我的餐卡送到集团的茶餐厅，顺便查一下，公司新来了一位叫汪洋的新总监，我觉得这种人不配留在公司。好的，我这就找人去安排。把我爸的黑龙卡送去集团的茶餐厅，另外让人事把一个叫汪洋的总监开掉。是。快了，跟着老东西跑了，抓紧去追。他跑不了多远，保镖很快就能把他抓回来。我爸已经够不成威胁了，咱们先去办正事吧。走吧。老头，你该不会让你女儿送来这个餐厅的员工工牌吧？
两位，对方已经包场，如果你们无法拿出更高级别的集团餐卡，请你们立即离开。听到没有，贱货，赶紧滚！我把你当闺蜜，你却想骂我娘子，老娘还真是瞎了眼。赶紧回家伺候你这个老头去换纸尿裤吧。别着急啊，马上就送到。天钱集团离这不远。老头，比我这赤金卡更高级的只有黑钻卡和黑龙卡，分别是董事会成员和陈家妇女持有。老头，你这牛吹的也过于离谱了吧？你是想证明自己是天钱集团董事呢，还是想证明自己是我老公说的从来没有见过的老陈总呢？大叔，你真能拿出比他们高级的卡吗？难道是从白主席那借的？如果是黑龙卡的话，那大叔岂不是……陈先生，您的餐卡到了。这是天钱集团的黑龙卡，上限无额度。黑龙卡？这怎么可能啊！老公，你说什么？这是传说中天钱集团一流两张的黑龙卡？二位，黑龙卡有效，已经认证完成，请你们离开。老公，这黑龙卡在这个老家伙手上，他该不会真是……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老陈总？对，我就是陈伟。大叔，难道您真是陈总的父亲？老陈总，您大人有大量，请您多海涵呀。老陈总为什么要海涵你？这是陈总刚安排的解聘。汪洋总，你因为行为不端被解雇。老陈总，我错了，我错了。哎呀，老陈总，这个位置可是我花了十年时间才爬上来的，我不能被解雇啊。想做事，先学学怎么做人吧，汪先生。带着你的夫人回去好好修修口德，再想怎么去工作吧。你们两个还在这儿碍老陈总的眼，还不离开。菲菲，嗯，刚才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来了，结果被他们打扰了。老陈总，我想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之前是我太唐突了。为什么呀？我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正准备正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一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老陈总，我们的地位并不匹配。自尊心这个东西还真是一把双刃剑。我理解你的处境，所以我们……但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就是个烤串的大叔。如果真在一起的话，我可动用不了天庭的力量来帮你，但是烤串可以帮助。怎么，不喜欢吃烤串？要不然我学学做的酸辣粉。哎呀，你怎么这么贫啊？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没有什么顾虑了。那我们我带你了。好，那一会儿我带你去见小丽。嗯。大叔，你以后做饭只能给我吃，我呢就负责把我们新科技放大做强。好，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帮你。对了，大叔，你给我讲讲你跟你前妻的故事。哎呀，你们女人都这么爱八卦吗？你就说嘛，你放心，我呢是绝对不会生气的。我就想知道这个陈总的妈妈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她的能力和才华都要比我强。
但是他走得早，徐贵人那边。老陈，老陈，他们俩还没完呢，怎么样？再来一盘啊！咱们俩还没完呢，怎么样？再来一盘啊！竟然没被抓起来，又跑出来了。嘿嘿嘿，没有你陪着，我下去多寂寞呀！跟我一起下去吧。等我抓到了你们俩，我手上就有新的筹码了。说不定我不用死，跟你们再赌一局，绝地翻盘。都这样了，你还贼心不死？老陈，你的天谴必须是我的。既然你女儿逃过了一劫，那我只好拿你开刀了。站住！站住！站住！好啊，好啊，你们当真跑啊！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猎物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样子。你们越是挣扎，我越是热血沸腾。真变态！没有想到戴维斯的老板居然是你这种人。等我抓住了你们，就回到天前拿我属于我的东西。对了，徐百合那个小贱人我也不能放过，我要把她卖到东南亚当小姐。徐百合可是你亲生女儿，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亲生女儿也不能放过，只要背叛我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为了防止你们乱跑，我先卸了你们的狗腿再说。大叔，大叔，快跑！别管我，我拖住他，快走！拖住我？你想得美！我背了你只需要一分钟。等到警车来的时候，我已经带你们回到天前，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下一刀，我要废了你的膝盖，让你再也站不起来，他也跑不掉了。看来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废话少说，先开了刀再说吧。喂，秦总，我们现在在香港鹿港湖后面。大叔和徐总现在正在拿着刀拼命，你快点带人过来。站远点，别过来。不是，看看大家谁先断气。不是，看看大家谁先断气。跪地求饶！你杀了大叔，会让你偿命的。来吧，看看是你的棍子快，还是我的刀快！大叔，大叔，还有劲，还有救，人工呼吸。大叔。不管是穷是富，你是烤串大叔还是天谴老总，既然认定了你，我就一定不会放弃你。大叔，你醒醒啊！大叔，你还好跟瞒着我的事情没有跟我说呢，你快醒醒啊！大叔，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吧？大叔。大叔，大叔，你醒来！我没事，我活过来了。吓死我了！哎，这怎么都是口红啊？那还是为了救你吗？怎么你还想怪我上？啊，你没事吧？快叫救护车！是。哎呀！
怎么了？一脸就不开心，谁欺负的？告诉你，替你报仇去。哎呦喂！啊，跟您说一声，我们汇星科技呢已经全资并入天前了，不信任了。我现在呢是您老陈总的全职保姆，我哪敢生您的气？哎哎，你这是因为我之前没告诉你身份，你觉得被骗了？你也知道呀，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是小丽不让我说，她呢之前对你有一点点的戒备心，现在我这不都说明白了，我坦白从宽。所以一开始彗星集团被制裁就不是因为别的，就单纯觉得他觉得我不怀好意的接近你啊，有那么一点点吧。那你们女人呢？女人心呢？海底针哦。哎，你害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现在把锅全甩给你闺女，你可真行。你呀、啊、你现在跟小丽是越来越像，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谁让你把我骗得团团转？这个是报应。好、哦、我报应。你说吧，我怎么补偿你？嗯，那你也得对我负责。负责？当然了。那当你亲眼见了拍都也拍了，你想吃个某件猪跑啊？好、哦、那。喂，问一下，老陈总住哪个房间啊？你找老陈总有什么事啊？我呢是戴维斯徐总的表弟，听说老陈总住院了，特地啊带了点礼品来看望看望他。你们要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我奖励你们俩一人一万。我就是，你把东西放那就行了哈。嗯，对，他就是老陈。你们俩跟我这演戏拍段子，我要找的是天前集团的老陈总，不是路边的老陈。我劝你呢，说话最好分尊重点，你面前这位就是、哦、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货色呢。我刚才听你俩聊的卿卿我我的，该不会是老牛吃嫩草吧？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刚才你们俩骗我，差点把我手里价值几十万的礼品给骗走，我得教训教训你们。哟，老唐，这头是咋了？该不会是昨天晚上你俩办事的时候那姿势难度太高撞着了吧？啊，你们徐家怎么一个比一个讨厌呢？都喜欢挑衅。说什么呢？刚才骗了。这件事我还没跟你算呢，你还敢拿我的家族说事，找死吧！怎么，要在医院动手啊？够了，你们徐家徐贵人已经进牢子里被判无期徒刑了，你们家现在没有任何可嚣张的资本。我就金贤玉跟我有鸡毛关系？他老了，他看不清食物，我可不好，我可不会惹到，不该惹。哎呀，我要告诉你，现在你已经惹到了呢。不可能。虽然说我没见过老陈总，但是我敢肯定他老人家的气质一定是顶流大佬般的王者之气，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孩子脑子里缺点东西，你赶紧。那先生，他呀确实不是那什么王者气质的老陈总，那王者气质在那头呢。去吧。你放屁，我刚从那边过来，这房间是空的。小伙子，你到底要怎么样？我跟你说实话，就你拿那点东西我根本看不上，你赶紧拿走。这样，你们刚才耍了我，你们给我道歉。你们就这样说，你们说徐少对不起，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对，你们就这样说，要不然我把你们俩抓进去关个一年半载。懂什么呢？本少的时间很宝贵的。我见过嚣张的，但是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嚣张的。你平时走在路边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狗都要上去踹一下？你还跟我抬杠是吧？
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我告诉你，要是我，表姐知道我在这儿被你们俩摆了一道，你会死得很惨的。你们别不识抬举，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菲菲，你赶紧给那个徐百合打个电话，把你表弟给我带走。你认识我表姐？还有她的联系方式？什么？现在相信我们刚才说的了？你的账。 我表姐那么聪明，你认识她很正常。老头，你知道在我面前狐假虎威的代价吗？给老子道歉！现在！干什么呀？把手放开！给老子道歉！我要让你们两个土包子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舍的。你真不怕你表姐过来收拾你？你叫啊！看我表姐那种一等一的大人物会不会理你？给老子道歉，不然老子把你打电子哟！ 喂，徐百合，你这个什么表弟现在在医院捏着老陈总的输液管道，如果老陈总今天出了什么事，你就等着被陈立开刀吧！还他妈装呢？你现在马上给我分开，我不追究你任何责任。那我要是不呢？反正环境打进 ICU 也就多花个几万块钱，老子有的是钱，我让你住一辈子。给我接电话。 不是，老陈总，表姐，这是个老东西。你说谁是老东西？你还不赶紧下跪给老陈总道歉？要是老陈总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打你开刀。老陈总，你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本来想着您住院了，我给您拿点补品，来看望看望。你结果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不是？你海涵，海涵，就算我不是老陈总，咱是不是也不能这个态度？对，我应该尊老爱幼，我家里一把责任。小伙子，我真的奉劝你一句，以后做人呐，咱客气点啊。哎， 好嘞，好嘞。哎，我手机。快把你那几十万的礼物带走。哎，对。这有什么事儿？啊，那个，说到负责，那咱就这两天定个日子，把证领了。日子我已经定好了，就等着你说这句话。 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自己安排好了，明天上午呢办理出院，然后下午呢我再给你证去。不是，菲菲，咱们不用这么着急吧？我这还没康复没好呢。那你说到底答不答应？答应，答应。今天我就出院，明天咱就领证去。